团长叫杨世立。我们团是我当初去，一开始是我先跟鼓手先连上线，然后我鼓手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，他本来是吹笛子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打鼓，反正就找他打鼓了。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又上了 PTT 的 Main Player 版去征人，所以又后来征到了两位美丽的女主唱。对，然后后来发现我们只有四个人太单薄，没有 Bass， 所以我们又上网又征了一次 Bass。两个漂亮主唱，一个吉他手，一个贝手，还有一个鼓手。那我们走的风格呢，就是非常清新的民谣风，然后还有 folk or rock 会在里面。对，然后我们有接各种各式各样的场子，接婚礼场，我们也接商业演出，我们有接公益表演，叫拉扣子乐团，谢谢。这个乐团成立很幸运，刚好一大群人都愿意花自己的时间，然后用上班的时候就是接触自己的时间来一起来努力。其实我们并没有很专注在音乐上，其实我们更注意的是一种开心意念都有，就是在这段过程玩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每周都很期待，就是这个一周一次的练习这样子。司机先生一号。